就稀半了、啊，因为笔画就不会连火，不会漂亮，所以有点斜斜的、哦、下去对不对？上去，这样过来，不管它地画怎样，下来，再回梯上去，下来转弯，上去，有没有？这样过来，这样你可以速度很快来做，有没有？哎，好，那。也可以用这种草书方式清山，然后最好不要画写一个字沾一次墨，这样就不太顺了。但是也没办法，有时候墨太色或者是吸水性太强哈、哦。好，笔锅连在一起画过来，让它笔画稍微轻一点，因为上面比较重嘛。然后这个我打算稍微拉长一点点。哦，有没有拉长，让它有一点点的曲线弯曲。那如果你拉得很直，就是可以代表你功力很深。可是直的最危险的地方是很容易歪。老子不是刚好想讲相反的话吗？大直若歪，大曲若直啊，哎，然后白水绕东城。好，这个白水的白，我们写草书。墨稍微多一点，这样对不对？往平的方向走，然后呢回来，这个叫做白，水在这里来，这样对不对？那很自然的形成那个灰白，这样过来，白水哦，好，它过来哈，绕东城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绕，绕我们可以写，比较行书画或者楷书画的都可以啊、哦，但是我这个写比较行书画哈。哦没有写草书的哈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往外出去绕，绕，好，绕东城，东把它写到中间来，因为它宽了，这个就往中间靠，以中间为主，这样对不对？从旁边出来，然后拉过来点，好，好，城，你也可以写草书，这样对不对？往上提，往这边带。从外面，哦，再下来，再出去，再一点，好、哦，来再来呢？此地亦未白。好，此地，这样对不对？按、啊、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此地有没有？亦为白，亦为，为有个斜度，为比较难写，很多人不敢写，都写那个草书的为。其实不需要写行书就 OK 了哈，有没有？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好，别把它绑到中间，然后刚好十个字过来，有没有？嗯，此地为别。好，再来呢？孤平万里征，那这个孤呢，把它写宽一点点，哈、哦，有没有？拉过来，转一个弯，一二，这样。好，孤蓬，蓬就重新写，因为点就太过勉强，除非你要表现曲线。孤蓬，哦，好，如果你说好，孤蓬，我把它接吧，哦，没有接，就是有点太生分了，没有联系，哦，这样过来，这话往外，让它重心比较稳。这样过来的，往上，哦，下来，往旁边接过来，好，里，是，孤蓬万里，就写小一点，好，好，往外，你会发现中间为什么中间小下去，那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有大有小啊、哦，好，再来呢，浮云留此意。湖湖，我们就写草书了哈，这样就好了哈，这样过来。我总觉得这个纸比较涩，太小了。哦，湖云，中间拉，两边带，可以哈。像这个油最容易把它写很宽、啊、我们把它写紧一点，
回营，然后这个就出去了。哦，哎，好，这个纸就摆在中间小，因为它很宽嘛，如果你一直宽下来，就一直叠下来不好看，所以我把它写窄一点。然后这个纸适度的可以跟这个翼连接，哦，然后你可以写成这样。好，落日故人情。转过来，往上提下来，往旁边接，接，然后再接下来，接下来日往后挑，落日，哈、啊，好，不写到这里来，这样对不对？下来，然后一点点这样，好、啊，转过来。那就好，然后请写在这里。那我们这个就写草书的请。刚好都三句。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到这里点，要请，落入故人情。好，好，下一句。挥手，挥手自知去。挥手，来，看看去。也可以接在这里哦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呢？哎，挥手。好，字，草书。啊，字接过来，拉宽，这样就好了啊。去可以干一点，好。消消干嘛？好，好，这个稍微要湿润一点，因为第一个字，我的墨太干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有一点点接，消消接到这里来，好，一样是斑马，斑是一般两斑吗？啊，不是吗？班级的班，班级它是一个驿站啊。驿站不是斑马，不是动物那个斑马，它是斑蝶的斑，它是排班的班。为什么你知道啊？因为有驿站这些马都在轮流要出发，哎，哦，马在，还调不过，马在工作中，不是动物的斑马，就是计程车排班。就是计程车排班，为什么古代你马一次要跑上百公里？然后如果万一马太累了，会倒了。嗯，哎，然后李白，受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就按喇叭了。明。名叫一个鸟，叫的意思。名叫的鸟，宋有名。己亥下，写完了啊、哦，写完了啊，我们就选班长，没有选组长啊。谢谢老师写啊，比我多40个字，截长补短嘛，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干。